等距离哈，然后你的手可以动，好像一个盖的一样哈。好，我们先想一下字的大小。它最后有一个很长的竖画哈，所以要留空间给它。好，我们从这个角落开始，然后可以来来回回几次哈，然后它的墨会留在中间，这样就变成有立体的感觉。然后这两个横画是一组的哈，可以一起把它写好。这个从外面拉进来，再拉直，提起来，压下去，收回来。然后这要高一点，往上。一个小 S， 这边细一点哈，因为它不是主角。这个间隔都要调得很好，然后最后这个要稍微粗一点。好，这个竖画是主角了，慢慢的收起来，到很远的地方。好。